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话语恩典和大能里面。这两天我们透过但以理，我们在学一个功课，学但以理怎么样跟他的权柄对话。很多的时候在职场上，我们不能够有好的发挥，不能够产生影响力，不能够为主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，成为盐，成为光，因为在办公室里的人际关系出问题了。许多的时候人际关系出问题，还不是跟同事出问题，有的时候是跟主管、跟老板出问题，那么怎么办呢？我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调整我自己，不只是为了讨好老板，不只是为了能够升官、能够加薪。你可不可以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意向，说主啊，为着你把我放在这个办公室，为着你把我放在这个公司，你是让我在这个公司发挥影响力的，你是要让我在这里为主使人因着我的好行为可以归荣耀给神的，成为盐，成为光，发挥那个你要我在这个位置上为你做的事。因此我要调整，我要调整我的人际关系。你说我讲话就是这样，我脾气就是这样。我常常对我自己说，我也在教会里面跟很多我的弟兄姊妹分享说，基督徒永远不要说我就是这样，你是可以不是这样的。在耶稣基督里，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是可以改变的，是变成型。永远不要对自己说我就是这样，因为当我说我就是这样的时候，我就拒绝改变。可是在耶稣基督里，我的生命是可以改变的，我说话的方式是可以改变的。我最近读约翰一二三书，其实我有一个很深的感恩。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，在新约当中讲到爱最多的地方，很多人想到哥林多前书第13章，但是整卷书讲爱的是什么？是约翰一二三书，是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耶稣的爱，神的爱讲最多在这里。但是约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约翰是个雷子，你知道他们被称为雷子，他脾气火爆到在那个撒玛利亚人家不接待他，就跟耶稣说，耶稣啊，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死他们，脾气这么坏的人。但是他在上帝手中不断地被调整调整调整，晚年的时候他称为爱的使徒。生命是可以改变的，说话的方式是可以改变的，脾气是可以改变的，个性是可以被调整的。我们华人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但是在上帝的手中没有难成的事，是可以，只是你愿不愿意被神来调整。顺服不只是顺服老板，是顺服权柄。好像圣经里面说，抗拒权柄的其实是抗拒神，因为是神把他摆在那个位置上。我父亲有一个很棒很棒的经历，他过去在工作的时候，他上面有一个主管，那个主管你知道，文人相亲自古而然，他们都是国学底子很好的人。他每次拟了一些东西，一些 文稿出来，要透过这个主管才交给老板。那个人在他上面，每一次看他写出来的东西啊，我父亲的文笔非常好，但是那个人呢，总要改他几个字，好像这样才显示他是主管嘛。那每次你知道他被改的，我父亲看都很不服气。有一次啊，我父亲翻译一篇英文翻的中文，他写完之后呢，一样交给这个人，又替他改两下。可是那个人英文不够好，所以一改之后就发现跟原来的原意啊不一样了。哇，我父亲这下逮到机会了。他把原稿，英文的原稿，我父�亲翻译的跟那个人改的三份东西订在一起，全办公室传阅。你知道这个少年气盛，我父亲那时候很年轻啊，就做少年气盛人会干这种事情，就告诉所有人说，你们评评理，谁翻的好，谁翻的对。大家都说，哎呀，寇先生翻的对，哎呀，那个主管那个老先生不懂英文乱翻，大家他赢了。那天晚上他去聚会，那时候他刚信主，在聚会当中，他平常每一次查经聚会都有很多的领受，那一天他什么都听不进去，很怪，心中气上混乱。等到聚会完，他跑去问那位带领弟兄说，为什么我今天听不去？他就把今天发生的这件事告诉那个人。那个带领弟兄告诉他说，弟兄啊，你不懂得什么是权柄，你以为你比他聪明，
但是你没有看到神把它摆在你的上面，他说你就一心想要爬到它上面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真的该到它上面去，时候到了，神会把你放在那个尊贵的位置上，但是你不要自己把别人拉下来自己翻上去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你看眉毛啊，眉毛没什么用，眼睛多有用，灵魂之窗，但是眼睛就在眉毛的下面呢。他说按照你的意思，眼睛这么能干这么厉害，应该搬到 眉毛上面去吧。他说你试试看，眼睛摆到眉毛的上面多怪呀。他说你就是做这件事啊。那一天我父亲学了一个功课，他去跟这个人道歉，谢谢主，他懂得什么叫做权柄。权柄不只是顺服我的主管，权柄是顺服上帝的主权。上帝把眉毛摆在眼睛的上面，我就降服，乖乖地待在眉毛的下面。愿主今天也对你的心说话。爱永在世上。